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FCU Easy Test 解题。目前解说的是阅读第二回第125题。We ordered dozens of student desks from you. 我们从你这边呢订购了几十张的学生书桌。On July 1st with the understanding, 空格 they would be delivered within a week. 好，这边呢需要找到的是 understanding 这个字叫做了解。好，我们的了解是什么呢？后面呢需要来去说明一下你这一个了解的相关细节。所以这边需要找一个可以来去说明它的。这种情况我们常会用一个名词子句来去说明 understanding。好，名词子句我们会用 that 来做一个开头，什么样的了解呢？ That they would be delivered within a week. 好，这种就是来去说明你这个名词的同位语的用法。好， that they would be delivered 就是他们将会在一周内被 deliver 送达。好，这样子一个了解。好，所以呢这一题考的是一个名词子句的一个概念哦。好，所以这一题三安选到 C。 以上为本题讲解。